浪姐三前团名单出炉，王心凌不负众望拿下年度总冠军，女团出身的 Jessica 拿下第二名，第三名则是唱功超强的于文文。其实在比赛前，网络就疯传一份成团名单，当时流出的资料就说王心凌会以 C 位出道，结果节目播出后真的跟泄露出来的名单相符，大家也怀疑是内部工作人员的疏失。而王心凌拿下冠军后，深夜在微博写下最近的心情，她说本来以为自己不会乘风破浪，也可能会受不了真人秀，根本没有想过要当队长，更没想到能走到乘风夜，谈成这一切需要很多勇气跟坚持，当然还有很多的爱，还说我有了比想象还要更多的爱情和友情，这一切的发生真的让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要大家期待乘风破浪后的故事，并附上多张跟姐妹的节目花絮照。粉丝也在留言区除了刷一排恭喜，也感谢他们让大家看到这么好的节目。事实上，王心凌参加浪姐三首次公演就带来自己的成名曲爱你，当时在网络掀起一阵回忆杀，大家真当王心凌男孩女孩，之后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因此多次登上热搜，也让自己的事业再创高峰啊。